三点，什么？天还没亮，外交部李宾斯已经总动员，准备为来访的大洋洲友邦诺鲁总统瓦卡接机。从接机前确认里车司机、车旗、车牌号码，发放工作人员识别证，到机场确认迎宾茶点，献花给外宾。引导外宾登车前往饭店。外交部公布春节贺岁影片，和以往的部长谈话不一样，这回接地气，不但让各单位发挥创意，首次由年轻外交官担任主角，透过一日外交官跟拍，更大方公开脸书小编的秘密基地。天真岁月人真瘦，春满乾坤福满门，涂好了吗？没问题。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也是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。联合国事务科 UN Global Goals， 台湾 Can Help， 这里是 APEC 科。到 APEC 实习，见识大型国际场面。大喊口号，展现国际组织司各部门的负责业务。北美司则是从下午逐渐忙碌。全球入境计划全面启动，目前已经有5500位国人受惠。现在时间晚间6:30。到了晚上，外交部也要款待外宾，一路忙到晚上9:30才能下班。外交官也当起网红，呈现外交部作为日不落部、夜以继日、团队合作的工作样貌。